带大家这个校外教学。今天好热好热，为什么？就是终于出太阳，然后台北最近天气又到冬天了嘛，然后大家注意保暖，天气又越来越冷。那今天刚好就是出太阳，对，好热。现在冬天还那么热是怎样？我都十一月。好，那今天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带这个珠宝哦，这个莲花刚玉啪啪拉恰给大家看一下哈。可以看一下这个莲花刚玉啪啪拉恰，它在太阳光下是非常漂亮的。也就是说，为今天有很多的那个斯里兰卡人，或者是如果你去锡兰的那个市集，你看到他们都是把这个珠宝，尤其是啪啪拉恰，他们都已经放在太阳下面。或者缅甸那边的有一些绝地武士什么的，他们都放在太阳光下，非常的漂亮哦。那假如说你今天你今天你是这个叫什么的，来看一下这个，这里这有个叫做帕拉伊巴这个的话在太阳光下就也不错，但是有人说它在橘，因为太阳光它是带一点黄色，其实也是很漂亮，这一颗也是很漂亮。他说有的帕拉伊巴遇到了黄色会变得绿还是什么的这是帕拉伊巴。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这些主角，来看一下我们 GI 的证书卷片师要帮我们打是这一颗。现在在你这一盘里面最贵的全公司最大的就是这一颗，这一颗要价台币180万左右，这一颗差不多是一个20克拉的一个帕帕拉恰，然后 GI 是无烧的斯里兰卡证书，非常干净，几乎是完美干净的一个帕帕拉恰。我这我自己带的绝地武士了哈。帕帕拉恰的话，它那么干净那么大，它自然就很贵。所以说像这颗也是，这颗也是 GIS 的帕帕拉恰，可是你们可以看到它桌面虽然是一样大的，可是它的杂质就是内部的一个包裹体会比较多，让它没有那么的闪亮亮。这颗的话就非常的一个闪亮亮。摄影师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有拍出不一样的感觉？还是两个看起来差不多，因为太亮了，右边两个都很闪。好吧。那摄影师你有觉得说这一颗价值多少吗？我已经跟你讲这颗是180万的，这颗我们公司卖多少你猜猜看。这颗150。好，你拍一下你的脸。好，我们美丽的摄影师说150万，这颗只要台币10万，人民币2万多而已。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失之毫米差之千里啊，珠宝就是这样子哦，干净跟不干净之间它的价格区别是非常大的，你看现在已经价格差到了18倍左右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莲花刚玉。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哦。那莲花刚玉它的颜色这做好成品比较漂亮，这还没做，全部这每一颗都 GIA 证书的哦。还没做的话我们就先别看了，我们先来看这做好的哦。做好的莲花刚玉有粉有橘都是有，那还有个重点就是它融合的好。对，像说这一颗它虽然也是有粉有橘，很漂亮很浓郁，在大陆很多吉尔德都是用这种证书那都会帮他写莲花刚玉，但你需要 GIS 跟 GIA 你就会被打枪了，因为它这一种的话有人说太浓郁了，而且它没有融合的很均匀的，那可能就不会打出莲花刚玉了，只能在内地广州的吉尔德自己打自己担心而已。那像说融合的很均匀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它不一定是很漂亮或者是很浓郁，像说这一颗就我觉得就很标准，因为丑丑的而且里面还有杂质，可是它里面它的粉橘就是融合的，我觉得算是那种很均匀，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说什么要很浓或者是怎样或者要很干净，那都跟不是帕帕拉恰的一个标准在 GIS 跟 GIA 的国际证书里面，帕帕拉恰的标准反而是一个融合的漂亮，融合的恰到好处你有杂质它不管你，它就是管你的颜色而已你太浓太粉太橘都不行，它就是要融合的刚刚好，所以有时候这样我觉得好像没有很浓但是它就是很标准的莲花刚玉这样子所以在太阳光下是特别的漂亮，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到锡兰或者是非洲泰国，那你去到那边的时候看他们放在太阳光下给你看那你就自然会觉得说怎么那么漂亮，但是买回家发现没那么漂亮，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遮起来，教大家一招，把你的衣服掀起来就好了，就把衣服掀起来在里面看或者是在暗你所去暗的地方看把它遮起来去暗一点地方看，因为太阳光下看莲花刚玉真的太漂亮了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说今天如果是在室内逛或电影院或者是在你家比较暗你家的厕所它会不会还是依旧那么漂亮这样子忘了说一个，这一个是今天已经卖掉，今天收到现金了这个是美国客人买的等一下有近距离剪面师放下那这个非常干净这个几乎是 IF 的完美等级，没有任何一丝一点一白一黑的一个任何杂质存在里面，非常非常干净。美国客人一共买好几百万的，那这个是非常漂亮，我推荐给他，因为那个客人每个客人喜欢不一样嘛，有的人说颜色一定要浓要好要怎样的，有的人就说我一定要证书要好，证书开出来好就好了，皇家人就行了。
那我这个客人他说，中老板我一定要干净，你怎样都可以，但是我是要这样干净。所以这一颗莲花当玉是 GRS 的非常干净的一个的一颗。好，那这一颗的话是等一下就要寄去美国了。好，再少一个洞了。好，那我们这个裸石的部分我们也是非常多哈，像这个也是很大，23克拉的一个莲花刚玉，这都一次买好几百万才买得到这种巨无霸的怪物货，而且我们也是用那种成本价在卖的哈，这颗才卖30万台币而已哈，一克拉才1万台币左右，都是良心价，这应该是世界上几乎是最大的，没有20几克拉，这应该全 eBay 哦，全淘宝网，全台湾雅虎，台湾小众市场啦，本来本来石头就不多了，哦，去跟淘宝网是最大的大陆的，然后还有中国人这里的，还有这个美国是 eBay 哦，都找不到这么大，找不到这么大哦，这么大这么便宜找不到的意思哦，可能找得到，只是没有那么便宜啊，什么一克才1万多台币，2000人民币都买得到神经病哦，真的很便宜。哦，所以说莲花刚玉其实也没有很贵啦，哦，那我们的储存量应该是全世界很少珠宝商可以像我一样那么多，但是只是一点点，我还有一大堆。哎，希望你们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拜拜。